他在帮，这应该是算是一个战术了。这边直接把球棒给横出来点了，再一次，结果给成了小飞球，这个球球进的飞扑，再把球传下二垒，哇 ，nice play，nice play，nice play， 陈永基，嚯，这一次的李月龙门，直接把对方的触及尝试收进手后，太精彩了，这个手背表现太精彩。不管是爬哪一座山的、啊，这一次的守卫表现绝对是120分的拼劲展现啊！陈永基先飞扑接杀，再把球传下二垒，形成了双杀，直接让乐天的攻势化为乌有。所以短打就是你不能让球飞高哈，离地面，你应该短打就要一定要往地面。你才有成功的机会，要不然你第二次，因为第一次你已经短点高了嘛，你第二次又是高的，当然一垒手是有防备的。这仿佛看到陈鸿基当年在手游级防区的这种飞扑的美技啊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